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蒸鱼的小技巧。第一，蒸鱼的食谱适用于大多数有白肉的鱼。第二，没有大蒸锅的话怎么蒸鱼呢？第三，简单的自制蒸鱼料。这个鱼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它是背鳍、尾鳍、胸鳍全部都有毒，一定要把这个刺啊给它剪掉，然后才能去宰杀它，要不然扎了以后就等于中毒了。哎，所以这个鱼啊，钓上以后一定要慎重啊，处理时候一定要慎重。跟响尾蛇咬一下差不多啊，我吃过一次亏啊，一下子坚持到半年，我这个伤才痊愈。味道啊，这个简直没法说，太美了。这个鱼现在有12寸以上，啊，要求11寸以上都可以带走。你说一个人拿走5个？把它剪断啊，一定要剪断，扎一下非常毒啊。这尾鳍你看非常厉害，这个不要紧啊。这里是所有的原料，现在腌料汁，葱段、洋葱、香菜放入碗中，倒上2大勺生抽，把这三样东西用生抽要腌制一下，这个是解决你买不到蒸鱼豉油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可以调制，这个调汁往鱼体上浇，这样做出来味道也挺好的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家里这个没有蒸锅，或者鱼太大怎么办？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蒸鱼的小技巧，就是在这个炒菜的锅上，
放上筷子，然后把这个盘子放到锅内，加热以后摆上葱段，然后放上鲜鱼，放上三片姜，盖上锅盖，先蒸八分钟。蒸了八分钟，时间够了，现在打开，把姜片去掉，把这里边第一次蒸个鱼的水要倒掉，摆上葱，姜丝。椒丝、香菜，倒上调制好的这个汁啊，倒上调好的汁。盖上锅盖，焖两分钟，关火，焖两分钟。现在打开锅盖，我们要浇上橄榄油。因为传统的做法呢，是浇上热的植物油，那么我们呢，浇橄榄油，就是为了保持这个鱼的本身的味道，应该是爽口的。清蒸十九宫做好了，味道怎么样呢？我得先来尝一尝。如果您想看更多的相关视频，请您点赞和订阅。